嗨，大家好，我是 Smalling。压力是我坐飞轮机回去马来西亚的一天。其实我常常回去家乡的啦，但是为什么要特别做一个影片来记录呢？因为今日是我第一次坐到坐下来那个豪华平躺座。虽然讲伊是联航尔，但是联航嘛是有敢那商务舱安尼位，所以就要来体验一届，第一届嘛就记录一个咯。check in 有家己的 counter。即马先多谢阿达帮我抽到这个票，较俗的票。这届我买到是比经济舱阁较俗的，对，多谢阿达达。Smalling 的挂台椅，已经 check in 咯，足紧的。你直接登机啊？你有坐过什么航空公司？差不多全部拢坐过诶。然后咧，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先讲吼，我坐过长荣啊、华航啊、马航、亚航，大家拢差不多诶分数。但是我上爱长荣吧，因为我诶印象就是伊个空姐足水诶。到底看了哪个空姐那么心动？我告诉你们，应该讲是不好，是不其实亚航也是不袂歹食诶，所以我常常坐亚航诶。这是一个吃货选航空吗？长荣的就中上袂歹食安尼，其他个就是飞机餐。我哈都讲哇好食，今日就是因为第一届坐豪华平躺嘛，唔知影亚航的是不敢有 upgrade 咧，你去看麦。来先甲大家讲，这个唔是啥物合作的亚皮，就阮家己去抢来的，抢来的。我什么位啊？我以前拢坐后边的经济舱。没啊，啊，未歹。你看你的扶手那边有东西可以喝。Ladies and gentlemen, can we give way for the guests to proceed to their seats? Please be seated according to the seat numbers which are reflected on your boarding pass. 这个是给你读册用，充电插座伫个椅仔下骹。伊个头前是无电视的，但是听讲会当甲机组人员摕 iPad 来看电影、甲耍 game。飞轮机要飞咯，等一下影片就会变较差哦，大家忍耐一下。啊，即摆是剪片的时间，我来讲算笑的，剪什么片？食物件甲睏好啦。这个是我点的，看，有客客吃的。这个嘛是我另外加几倍的。哟，这么太刺激了。嘿啊，吃沙拉先，为什么有 chopstick 的？因为我介意用的。马铃薯。吃伊个鸡。哦，好吃的。有点啊香，但是 OK 的，伊个比较重的，是煮到好食的迄种咖喱鸡下饭。可以吗？觉得 OK 吗？烧啊！哇哈哈哈哈！足侪烧哈，这个是板桥里最近的素食的。看起来就是有豆腐啊、菜啊、红菜头啊、菇啊、木耳。我会较好食，伊个就是素食的感觉。你个小健康，你家己食吧。就是要体验倒落来食的感觉。拜拜，送，多谢阿娜达。送一盖就好。一盖鸟，后盖去坐其他的飞轮机，好吧，这么拮据哦，算了呗。吃饱了，就是啊，爬来睏吼。哎呦，我先睏了。耶，已经。落来规零票，就是睡到足爽的，一直在睏的。这个豪华平躺啊，我感觉是就是足大的位，然后会当坐足
平的，平，所以我就睏个忘了时间安尼，物件就袂歹食。你只要超过180的话，嗯，会怎样？一直会不够水。伊啊无够长。对。我无这个问题啦，就安尼咯。伊啊，你两片就到家，后盖继续尝试去坐，拜拜。这个是回去回程的餐，下面是照烧鸡，收鸡的意思是不是？喂，哇哦，就这鸡排的，你看。哇。这个、沙拉是同款的。嗯。OK。OK 什么意思 ？OK 你还是不叫啊？你真热诶，热啊会当 move。